现在的商品包装越来越精致，拆开后将包装盒直接扔掉太可惜，但留着又没什么用，真的很苦恼。日本艺术家 Haruki 最擅长将包装盒当作材料来进行二次创作，他把饼干盒、巧克力盒变成超酷的艺术品，每一件都让人忍不住惊叹。Haruki 将这些废弃纸盒变成了 Kirigami 作品。Kirigami 这个词来源于日语 Kiru 切和 Kami 纸，其实就是剪纸艺术。Kirigami 和折纸艺术很像，但不仅是折纸，还将剪纸融合了进去。Haruki 的这些作品都很复杂，但他全程都没有用胶水，折纸加剪纸，就完成了一个个艺术品。Haruki 的作品充满日式风格，他将 Kirigami 艺术发挥到了极致，让人看到了废弃物的新生命。